庙会女神真田与外国团队跨国合作，更首度尝试360度环境摄影，邀请三太子一同入境，把台湾庙会文化推广到全世界。这一次呢，这个360度环境的国外特效团队，他们刚好来台湾拍摄一些东西，那我也非常的幸运，可以透过 VS Media 呢，与这些国外联系，国外的团队可以做这一次的合作。那我也非常的兴奋跟期待，因为我觉得可以把台湾这个特有文化推广出去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我们觉得妈祖勒垮这个就是想要传达一些庙会的意象。那我认为国外的朋友啊，他们看到这些台湾庙宇特有的东西，应该会还蛮感兴趣的。所以借着这一次跟国外导演合作的机会，我们想要就是借此这个，然后把它推出去，把台湾的庙会推广出去，这样。哇，你有新闻网采访报道。